微型风扇演示，轻量高流量悬浮运载片。微型风扇 MZB1001T02 重量轻，可释放高流量气体，能以空气的作用力使目标物如气垫船般浮起。用电池驱动，能轻而易举地让几百克重的演示机悬浮起来。您能看到，因为用空气的力量使演示机悬浮起来了，所以只要用手轻轻按着就能顺利地移动。